分班的点，混得太快了，他听不懂。有时候在家，有时候早上都出来运动，在这边。哎，对，走路散步。我在这边比较多。哎，这里比较多，走路散步运动身体好。你要讲台语，阿妈才听有。我不会讲台语。完了，我再学一学。你台语就学。哎，就是台语。爱讲台语。回来了。态度回应我们这件事情，让我们很有成就感。